好，麻煩我哋咁多位留步，因為跟住嚟一個再請以下落嚟嘅嘉賓咧，到台上面咧，同我哋繼續影餘下落嚟嘅一啲合照。因為我哋今日真係有好多支持呢個活動嘅朋友喺度啦，所以咧，仲一邀請佢哋一齊去見證我哋今日嘅啟動禮啦。咁所以呢個免費醫療服務捐助計劃咧，真係好需要咧廣大嘅市民一齊去支持啦。咁而我哋呢個嘅慈善晚會咧，亦都稍後時間咧，9月7日咧就會喺會展嗰度咧就係正式舉行噶啦。到時咧，大家期待嘅每一位嘅愛心大使啊、愛心之星啦，就會去到當地咧，就係當時嗰個地方咧就去表演嘅啦。OK， 咁我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請咧以下落嚟嘅嘉賓再到台上面啦，同我哋見面一齊影合照啊！有東華三院董事局嘅成員，包括咧有曾慶業副主席、伍賢副主席、張業維總理、鄭健好總理、蘇有安行政總監，有請咁多位。好，又排翻個靚位先。人強馬壯啊！好，望住前面，哇！大家向你嘅左邊行翻，得唔得啊？再多一步啊！係啦，後排向左邊行多一步，麻煩。係啦，揾翻個見到樣嘅，係啦，大家見到你嘅位啊 ，good 係嘛 ？OK， 好，影一張合照先。好靚嘅大合照，仲有喎、哦！再邀請以下嘉賓到台上面，麻煩台上嘅嘉賓留步啊！好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咧就係黃大仙醫院行政總監陳允健醫生啦。有請。另外亦都有咁多位嘅愛心大使啦，包括 YT、Misha、Benis、Lolita 到台上面，大家影大合照。好，有請咁多位，大家都識得排好個靚位咁樣啦，係咪啊？靚唔靚呢個位？夠曬係咪 ？OK， 好，我哋而家出個大合照。好，望住中間，小美哥哥。好，另外仲有。好開心啊！因為大家一齊去支持東華三院，亦都令到更多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得到支持啊，同埋幫助啊 OK， 好，仲有左邊嘅我哋新聞界記者朋友，好，仲有冇啊？中間，哦，呢個事實係啦，等大家更加清楚睇到愛心換東華。好，再影一張。好，最中間嘅朋友 ，OK， 多謝曬，唔該曬，我哋台上面咁多位嘅嘉賓，多謝曬。今日嘅活動咧亦都圓滿結束啦，再次多謝我哋咁多位嘅嘉賓啦，愛心之星黃興平啦，同埋咧仲有愛心大使張婷啦、葉巧林啦、Benny 啦，同埋 Lollipop 出席分享嘅，好，慢慢啊嚇，我都企高少少先。大家欣賞完今日嘅精彩演出之後咧，記住喎，愛心換東華免費醫療服務捐助計劃依然係需要大家繼續支持噶。大家捐助嘅每一分每一毫咧，都可以幫助到好多貧窮嘅病患者啦，等佢哋咧。